大家好，今天是4月12号。这个视频寻找一个微信号，尾号为0913的苏州地区的一个微信友。他是我们收费群里面的。由于前段时间收费群微信群啊有些意外，所以这个微信号啊变得交流很不通畅，无法联系到对方。所以希望他本人看到这个视频赶快来联系我啊，他时间没到，还有些费用的，所以可以退给他的啊。这个视频就讲到这里啊，希望他本人来联系我，好吧。